哇！你有没有看到里面的那个芋泥多到爆，而且它中间还加马吉跟巴索嘞！看，哇，这个芋泥，我靠，都超厚的。带他们两个来见识一下那个中原这边最强的芋头蛋糕到底长怎样。走喽！这个草莓料多到爆掉哦！你看它这个抹茶的颜色，这超级浓的。哇，千层，耶！整层全部每一层都是芋头泥。我相信你的表情，我们没有浮夸。嗯，很神仙啊！哎，我会呛到，不要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德瑞克，外星人，田猪，今天我们三个男人要来到一个比较少女的地方，这次我们要来吃那个，现在这边是中立啦，中立，这是中原夜市还是中立？中原夜市这边。这边上次我跟搞完网友来吃过一次很好吃的芋头蛋糕，我是从台中回台北，中间经过中立，带他们两个来见识一下那个中原这边最强的芋头蛋糕到底长怎样。走喽！来，我们到了这一间魔法分子，走吧。怪怪的。来，这个是魂牵梦萦，我上次的整层全部每一层都是芋头泥，很浓。这个芋头控一定要吃，哇！啊，我终于可以吃到我等超久的芋头，它芋头居然是泥，里面还有颗粒。很好吃，你吃看，这个是对，因为你第一次吃，这是芋泥的这个，第一次吃，我相信你的表情，我们没有浮夸，你先吃完再讲，包在嘴里，对，是不是？如果喜欢吃芋头的，这个绝对 OK， 每一层都是芋泥。这一间店呢、很多人网络上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来吃的时候，很多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它比较价格是比较偏贵，可是我们吃过又发现它贵的超级有道理，是很浓，但是不是那种硬的，对，很顺口的很浓。哦，你看它这个抹茶的颜色，这超级浓的，哇，千层，耶！你注意看，它真的是千层啊，真的。很神仙啊，又神仙了。我会呛到，不要怕。对，它每一层抹茶，它是它的苦味只有一层，然后甜味不会太甜，整个是那个抹茶的清香感。它中间的有夹了一层，不知道大家这样看不看得出来？中间这边有一层是黄色的，有没有？它吃起来有点像饼干脆片。然后上面的这个抹茶，我本来以为会很苦，因为它是很绿的，就不会，它是香，但是不苦，而且也不会太甜，哇，好好吃！而且它是上面还加一点橘子的这个什么陈皮，橘皮啊，陈皮，哇，好清香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原本我怕它会很，对，结果很快呢，很香，超香哦，这个是我这个新发现的，这个超好吃，这我很可以，很可以。这个草莓料多到爆掉，千层，哇哦！上次我们来没有吃到的，因为季节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吃到的草莓，哇，它上面那一层草莓是真的真材实料的草莓外，再加上它的果酱也是弄的果酱的真材实料去做的，对，它的果酱是真材实料，你有看到那个还有籽。然后底下是有点类似像是草莓混着香草的千层蛋糕，真好吃哦。最上面也还有一层，
对，就是那层格格的哦，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它的这个栗子蒙布朗，哇，那整颗栗子超大颗，整颗这样子，这一定超好吃哦。还可以打开，哇、哦，哎呀，漂亮哦。然后这个的话是栗子蒙布朗，你看它上面还有一块栗子。嗯，我们栗子好甜，好香哦。我想在吃天津栗子版的千层蛋糕，超好吃的。来这个我很好奇，对，我也好好奇，我好好奇这个我超好奇的，这个这很像是那种澳洲的那种很有名的什么彩虹蛋糕之类的，真的我很好奇它每一层的味道是什么，这好不舍得把它插下去哦，对不对？哇很像那个奶冻的感觉，哇好漂亮哦，上面有点像是果冻跟奶酪的感觉，然后底下是有加那个酥皮，很浓的奶酪 cheese 蛋糕。我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有没有味道，因为它吃起来就像是有一点带酸的奶酪。它每一层味道会不一样，试试看。差不多哎，差不多。上面就是很像是 cheese cake 那个乳酪，老板说是他们新的什么冠军红茶，非常非常适合搭配这一些甜点。他连这个汤匙都是玫瑰，那恭喜米其林的哦，强烈的这种推荐。哇，他这个红茶有一种果香哎，一点都不苦，而且一点不涩，非常的正直。它有一点介于很像是红玉跟伯爵中间，好喝哎，你们喝喝看吧。哇，你看哦，在右手，然后我来倒这个东西，看起来反差超大的。小指都翘起来了，这样全部吃起来，其实我个人第一名我还是给芋头，然后第二名我会给抹茶，哦，抹茶好好吃哦，那主要重点的话就是芋头跟抹茶一定要点，真的很棒。等一下我们来拍一个是他那个，只有在网络上卖的，对啊，我们自己买一个，我们说老板我们在店里面介绍，他说 OK。哇，你有没有看到里面的那个芋泥多到爆，而且它中间还加马吉跟巴收嘞，哇，真的这一根芋头也太夸张了啦！可能老板他家是种芋头的，不用钱吧？就是 你看这个芋头，对我手在抖，因为好重哎，它这整个超扎实。开，哇，这个芋泥，我靠，都超厚的。它这边里面有肉松，然后芋泥跟马吉，这个太厚了。嗯，好好吃，它很像超级放大版那个，你有去宜兰那个卖的那个玉顺轩的 QQ 饼，啊，我知道，中间有加一层马吉，然后它只是它上下不是饼皮，它上下是变成是这种海绵蛋糕，然后肉松一点点咸味。然后中间是瓦吉的 Q， 然后再是芋泥的，芋泥就是有点甜咸，哇，是不是像那个诺贝尔的状元饼那种？啊，类似，哇，很好吃，里面全部每一口啊，你看这里面这个全部都是泥，哇，你看这个哇，你超厚，你该不会真的一口塞吧？那你的盘子拿着好不好？你又要挑战了，是不是？芋头狂魔，哎呀呦，你看掉了，想跑，哇。好了，不要勉强。哎呦，你那一块马吉好大哦！先讲哦，我们虽然是在店内吃，是因为我们情商店家说让我们拍，这个是只有网路才买得到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家在那个中原，我们之前吃过，公认这边最强的这个芋头蛋糕跟千层蛋糕，介绍就到这边。那我们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影片的底下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因为目前他们店内是不开放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是这全部都收起来了。对，就是不开放座位，那你们可以用网络的订购，自己去找这个资料。拜拜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啦，你看，两个都打包了，而且贤主的女友听说也是芋头魔人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回台北啦，拜拜。我们可以跟老板拿那个他的那个红茶来看一下他的罐子。职人获英国星级美食大奖三星。2019冠军。